哟，大家好，我是琪琪老大。现在啊，我们要去哪里呢？我们要前往啊发财的路上，不是啦。今天啊，我们要带着我们工作室的小伙伴啊一起去聚餐，原因是因为500,000订阅啦。哇，这里好像夜店啊。在我们左手边的是我们的阿秋同学，然后这一位是我们的 Big Baby， 还有人说他瘦一定很正，是怎么回事？本来很正哦。啊，来，还有这一位小黑同学，然后这个要隆重的介绍喽，我们要近一点看，这一位是小黑，小黑的儿子啦，然后还有这一个是我们的小黑老婆，还有啊，现在这一位就是我们的布莱恩同学啊，他就是七姐的儿子啊，现在在我们的工作室帮忙剪片啊。那请问你有女朋友吗？要开放真友啊？喜欢什么样的？可爱的，可爱的，干嘛笑成这样？好啦，我们现在二哥半死啊，你看他们两个都瘦到前胸贴后臂啦，所以赶快开吃吧。牛舌啊，有一种打击的感觉。你们两个喝完这个会不会减肥的全部都吐回去啊？好不容易一个瘦2公斤，一个瘦多少？没有，3.4公斤，一个瘦2公斤，是不是？因为他们两周减重啊，真的非常非常的认真，所以今天可以放纵一下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，尽量喝。好。哦，吸干河水大多久？慢慢来，你工作压力没有那么大，真的，帮你的没有人信。激励精神的，跟呆手一样，跟呆神的一样。老大，我们来玩个游戏。玩什么游戏？我们来开现在懒人剪短发，观看有多少。输的要喝一杯哦，一整杯。懒人剪短发，整个频道我最熟，我这个我绝对不会输，是吗？我跟你保证。来，好，来，谁先？你先啊。928,000，95,500，因为什么？我每天都回留言，回到半夜，我对这个数字超熟的，真的，我超熟。现在看，对，那934,000，赶快啦！等一下，懒人剪短发在哪里？不是这样看，从最最热门的看，会不会？来，大声念出来，大声念出来，告诉大家是多少？95,489次，是不是啊？老大还是厉害。对啊，因为我每天真的回你们的留言，回到黑眼圈都跑出了。哇！来换你，阿秋，来，我们现在找阿秋来一起玩，来，你们出题。现在。减肥社团人数多少人？减肥社团刚好你管理，你应该要比大家都熟，对不对？自己介绍一下减肥社团。我们的社团叫做“变美不孤单”，七七老大陪你瘦。总人数多少？23,000。23,800。哪有差800的？差八百，最接近的哈，最接近23,800。来，小黑看一下多少？24,086。哎，我哈。好，这个姐姐有练过，好不好？不要随便尝试哦。老大，近几年都留胡子哎，还是我们50,000订阅的时候来刮一下胡子。我有帮你准备刮胡刀。当然不行啊，50万订阅就刮胡子，那怎么可以？100万的时候，那不是要刮鹦鹉的毛？所以，我答应你们，100万订阅我就把胡子刮掉。我刮掉超像小鲜肉的，韩系的。我们可能 Remy 会爱上我，因为他都喜欢韩国的小鲜肉，可爱的。我刮完超可爱的，我跟你讲真的。
对，他看过。韩国王世贤。对，王世贤。美美的。哎、欸，老大，你知道吗？那是澎湖来的小姐。你不要再提这个伤心事啊！提到这两个字，我整个都不好了。但是我还是要跟你们讲哦，你们难道在照片里面看不出来吗？那一个人不是别人，他就是小黑。哦，对，你看，对呀、啊，你看这个背部，对呀、啊，你们看不出来吗？他那天是打扮的稍微比较性感、时尚一点，只是以为我们在那边偷情什么的，我们是去拍片，好不好？哎，等一下，小黑，海鲜这种东西你没有吃，不要浪费，因为你根本没有用。当然用得到，来，当然用得到。镜头转过去，老婆，请问他有没有用到？一年有几次吧？对，这边浪费。然后最近中元节普渡的时候也有。普渡，不要浪费，不要浪费。来来，年轻的师傅来。哎、欸，如果你们要聚会的话，烧肉童话真的是不错的选择，尤其是这一个啊，和牛真的是太厉害了啊，入口即化，跟什么一样软、啊、跟小黑一样软，你们就知道多软了吧。Hello， 哎，感谢各位观众的支持。之前从10万到30万，现在已经到50万了。啊，这段时间其实我们一直都是用，希望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们变漂亮、变健康。这才是最符合潮流的健康方式。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，我们继续努力，谢谢。你是不是喝醉了？你很呛哎、欸，这是什么感谢词？是什么感谢词？来，倒过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七七老大，很感谢大家支持我们到50万订阅啦。我一直说啊，当一个医生啊，10分钟只能看一个病人，但是啊，我们真诚做出来、用心做出来的影片，10分钟啊，却能够帮助到几十万的人。所以啊，我一直致力在啊，让大家能够最没有负担、最开心的状况之下变美、变漂亮。那也很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未来我们会一直一直努力下去。我一直非常的感恩你们愿意看我的影片，因为老大何德何能啊，其实我们啊，这个下了影片之后也跟一般人一样啊，有那个七情六欲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啊，我们在影片上面认真的付出，也很感动你们愿意啊，花你们宝贵的时间来看我。不晓得你们得到了哦，这健康也好，或开心也好，或者是感受到哦，我就像你们的朋友一样。无论任何的原因，你们愿意留下来，都很感谢你们，也希望你们一起陪我到100万、200万、300万、500万，好吗？爱你哦！老大，你刚因为我的话感动到哭哦？没有啦，我刚动完手术，现在用眼药。你看，你的泪痕。好吧，我现在已经进入尾声了，我们大家一起来拍一张照，好不好？来来来来来来来。你们有没有觉得刚刚那张合照超像《最后的晚餐》？我就是耶稣。要不然就是消费先给公司10000元吧，把它刷牌照付钱。今天不是业配，我没有谈。没谈。我就是耶稣，就是耶稣。为什么是我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布莱恩。七七老大是我舅舅，他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帅的人。虽然待在工作室只有短短一个月，但是我的心与大家同在。希望这个频道接下来大家能够继续支持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秋小编。其实很开心，我们能够到50万订阅，真的是看到那个数字的时候，其实超开心，就是很兴奋。然后也很感谢老大，就是这么无私的教我这些东西，其实我真的很感动。然后让我从一个就是有点像小 baby， 然后变成一个成人的过程，真的很感动。然后就是看到这个成果，我们很开心。我们也希望说能够继续的，就是朝这个100万的目标能够继续前进，然后我们的频道可以越来越好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你。从我刚开始进来的时候是30几万订阅，然后一起一路到现在已经是50万了。那身为团队的一份子，很开心跟着大家一起走到这里。那也希望说未来我的剪片技术可以更好，然后剪出更好的影片，然后跟着大家一起到100万。